你们看，产量高的都长到大棚上面了，不便宜能行吗？这个就是我和我老婆种的羊角蜜甜瓜，在咱们这里啊，每天都是现摘现发，每个都是酥脆香甜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们喜欢吃啊，价格也不贵，两位数啊，我就给你发一箱，你带一份尝尝。